来，你拧那儿吧，你这儿来。哦，这样行了，这样对了，这样对了，这样对了，这样是成一个了，这样对了。哎，拧上了，拧上了，拧上了。哎，俩人拧行。我 OK 了，这个。你已经挂了。我这个绝对紧。 就把破的那个地方粘起来了，这都牢固啊！这一辈子也开不了。那你那不行了，不行就废了，这根废了，重拧吧。这可以，你咱俩拽是，废了，其实就两人一块拧，两人粘就行。对，拧起来。太快了，两个人，太快，嗯。 你往这儿，我往这儿，对，这样就完了，这样最快。OK， 可以。这是最后一个吗？对。先看一下，先看视频了。啊，好。下面我来介绍编程的过程。我是 A， 我手里永远握着第一根针。我是 B， 我手里永远握着第二根和第三根。我的 C， 我的手里永远握着第四和第五根绳。我是 D， 我手里永远握着第六和第七根绳。我是 E， 我从下面走，从下面绕过 D 手里的两根线，再从下面来到 C 位，接过五号绳，我变成了 C。你咋不？怎么你还？我天，不行，后面太复杂了。A B C 那块我已经不行了，就是一和八一根，其他就两根吧。一和八是其他是两根吗？咱先把这个根分出来。先捋一下，这是二。这质量稍微次点。这谁编的这个呀？这质量不这质量不，给他拧拧。第一个是 A 是谁？我，你在这儿呢，看什么？蛋总的走位看清楚了吧？我记住了。你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你真记住了吗？我真记住了，走吧。 A 要变 B 是吧？我要变成 C， 你别说话了，你这我记得。我从这儿走。 然后绕过，你是到我这儿吧？应该是到 D 啊，行不行了 ？A， 不是我接过五号绳了，我没错。要不然我们再看一遍。你先回去。我没错。哎，不相信你。我是 A， 我从下面走，绕过 D 手里的两根线，再从下面绕过 D。你看你穿过这两个绳，接过五号绳。 我变成了 C， 我接过五号绳，看明白了吧？行，来吧，先把这一步走完吧。太复杂了。对，到那个加仑那儿，绕过他那两根，这样。对对对，下去。然后从下边。下面从中间上。从中间，你人也要从这儿出来。对，他就那儿出来，然后串一下。你拿俩，我拿这俩。对对，我就变一个了。我现在变成了 C， 我变成了 B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。我是 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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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从中间过，接过他手里的四号手，接过我的四号，接过我的右手 C， 我变成了 D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听懂了吗？明白了吗？那再来一遍，看一遍。你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。明白了吗？听懂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没明白了。